好，回来之后，摄阳君来看一下哈，这个以色列要开辟第二战线吗？跟黎巴嫩之间真的会全面开打吗？主要是6月18号，以色列国防军哦批准了对黎巴嫩的进攻计划，然后就开始了。这个伊朗新闻台说，以色列扬言全面战争。好，这一讲完之后，真主党不得了，发射了更多火箭。6月19号。数十枚的克丘沙哦，袭击了以色列军营，还不止如此。6月18号晚上又发布了一段影片，这影片无人机拍的，长达了9分31秒。你就看到这个无人机哦，几乎是穿越了整个以色列的北部，这边拍拍，那边拍拍，虽然都没有动手，但是如入无人之境。你的空防不是很严格吗？哦，看起来都没有啊，包括拍到他的大卫这个拦阻所，拍到他的铁穹防空阵地，包括他的海法机场等等都被拍到。所以这段影片曝光之后，媒体的标都是这样下：以色列最屈辱的一天。以色列能够忍受吗？中间最急的应该是拜登了，拜登立刻派遣特使啊，好出访双方，希望好好谈，避免冲突扩大。美国真的不希望冲突扩大吗？又有的说，美国给以色列的武器已经在路上了。美国支持他，不管明的暗的，他不会停的了。但是以色列这个也是吃了铁头，趁了心了。他非因为黎巴嫩这个真主党啊，是不胜其扰，你知道吧？每天跟你打，他这个卡丘萨是很老的火箭弹，精度是很差的，但是呢，蒙到一发你也是受伤嘛，他能打到他的军营总是有伤亡，所以以色列大概对真主党的全面作战的计划都是有的，什么时候发动呢？这很难讲，因为你在对付加沙走廊的人这种残暴手段已经全世界都在骂了，你如果又要另开辟一个战场。打这个珍珠党啊，这叫拳头打蚂蚁，你知道吧？那是标准的游击作战。你去扫荡的时候，他又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加萨对这个游击队都弄得很困难了，搞得杀了很多难民，还没有完全清干净。以色列有这个能力吗？对这个啊，以色列有这个能力对黎巴嫩有有他有的。你不要小看以色列，以色列多年来对中东出手的。战机辉煌啊，他而且一直保持得很精锐，到现在以色列还没看到女兵出动呢，他的能力还在，对不对？哈马斯就不行了，所以问题就是说他要不要动手？计划我们军人打仗，四面八方有威胁都有计划，你像我们台湾做的固安作战计划，北中南你哪里登陆都有反击计划，一样的。那今天真主党又不是第一次打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在那里打加沙走廊的时候，他的真主党就在后面扯腿嘛，因为源源不绝的这些东西由伊朗送来嘛，叙利亚那边送过来嘛，所以你看他有时候有几发高性能的飞弹，有的时候是无人机，有的时候是老式的火箭弹，但这个无人机啊，它用低空飞的话，雷达有时候还很难看到，所以它全以色列它能够穿透，穿透，看无人机什么直采，有的直采你根本就不太容易发现。嗯，张军补一下啊，以色列是认真的吗？真的会全面开战吗？他不一定，我认为他会只会局部，不会全面开战。不会了啊。当然，黎巴嫩真主党的他的战力哦不强，他总共是14000人，包含他的后卫部队跟民兵，还有他正规军，总共就14000。哦。但是这14000蛮，这你不要看他14000，这个真主党的他们最主要的他的那种不怕死的精神，那种我们讲到的，你看这个这些阿拉伯国家啊、哦，你我们可以知道哈马斯组织就是这样子，他跟你干到底。黎巴嫩真主党就是这样，就是要跟你干到底，他不再多不再少，他再要就要跟你干到底，他不怕你以色列强不强。现在就是说，包含那个南也门呐、啊，也门也是他就跟你干到底，他弱是归弱。但是他有打的意志，是这个样。但是我们美国会怎么想？美国是希望他打，还是希望他不要打？美国在这一方面啊，美国一般来讲，因为在巴勒斯坦这一方面，他不希望以色列啊能够不要动的，打的是有节制，不是像在那个加萨走廊啊，整个滥杀无辜啊，无差异的杀戮啊。对不对？将近70%是妇女跟小孩子嘛，
美国是这样，但是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他要杀都全杀，哪管你这些小孩不小孩，要炸全炸了，是这个样。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跟巴勒斯坦的哈马族不一样，他后面俄罗斯撑腰，伊朗撑腰，叙利亚撑腰，他是有边境的，不像这个地方那个埃及的西奈半岛根本不让这个哈马斯根本不让这个巴勒斯坦人过去，那不一样，他们是通的，是这样。然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真主党，我认为他的战力跟哈马斯比起来的话，是算战力完整。哈马斯组织的话，那在10月7号这个我们讲到的赎罪日的时候，他的火力用尽了。所以你看后来的时候，以色列进入加沙的时候，没有什么顽强的抵抗。他整个火力用尽，认为以色列可能就不会大举的这种地毯式的轰炸报复，没有。但是黎巴嫩真主党不一样，他现在战力完整。那战力完整，而且他有个地下化，他地下化的话，你在上面做大举的轰炸，你可以。但是问题是，他战力保存做得很好啊，你大举轰炸的效果是有限的。对，好，那你要派地面部队进入，派地面部队小心雷区。对了，以色列的伤亡就要来了。对，以色列这种打法真的很可怕、哦、所以要来不来？这个，然后现在又说是个全面战争啊，所以这个惊吓度十足哦。就看这个美国、哦、是真的要去磋商还是假的？我们继续看下去。来，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